好了，下面呢，我就带大家好好的参观一下这个画展。来来来，往这儿拍，把我拍得好看一点啊。嗯，一定要拍出我高贵优雅的气质。今天晚上给你夹鸡腿。哎呦 ，sorry， 是你？陆光年婚礼上那个狗仔，破坏别人婚礼的，你不准说出来。看画展，今天你看得懂吗？你看得懂吗？那个八卦狗仔，坏蛋，小记者，只会跳脚女人。不管你看不看得懂，都不可能拥有。那真不好意思，这幅画已经是我的喽。怎么可能？哎，这幅画已经有人拍下来了吗？哦，这幅画刚刚陆先生已经拍下了。陆先生？哪个陆先生？是陆逸遥，陆先生。陆逸遥，陆逸遥买画关你什么事儿啊？他让我自己选一幅，这幅画是他帮我拍下来的哟。Excuse me， 你在逗我吗？陆逸遥怎么可能为你花这个钱啊？哦，知道了，他肯定是因为你和陆芳宁的关系，所以他为了让我高兴，不行吗？天哪，你是在做梦吗？陆瑶怎么可能会看上你呀、啊？你看看你，哎，你知道陆瑶以前的女朋友未婚妻是谁吗？陆家的人是瞎了眼了吗？你这么普通，怎么可能看上你啊？哎，陆瑶的品味不可能下降得这么厉害，所以你肯定是在做梦。唐小姐，请你不要骚扰我的女朋友。你，首先，我陆逸遥的品味如何，我想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其次，我旁边这位蔡思雨小姐，她不比我任何一位前任差。她的好，我想我不需要，也没有必要让你知道。另外，你穿婚纱的样子真的不好看。你，走吧。